我乔治考试考了100分，妈妈奖励给我一张我最喜欢的恐龙拼图，我要赶快的把它拼好，拿去给妈妈看。看，看什么看？拿走一片，看你怎么拼。啊，有位公主拿走了我的拼图，这我还怎么拼呀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快来呀！乔治，妈妈来了。妈妈，有位公主拿走了我的拼图，你快带我去找找。好的，乔治，妈妈这就带你去找王后。王后，你快看，你的一位公主拿走了我家乔治的一片拼图，赶快让她还给我们。什么？竟有这事！我这就把公主们叫出来。公主们，赶快都出来！乔治，公主们都在这儿了，你快看一下是谁拿了你的拼图。他当时跑得太快了，我也没有看清楚。没关系的，乔治，虽然你没看清楚，但小朋友们肯定看到了，还是让我们来求助一下小朋友帮忙吧。小朋友们，是长发公主拿走的，就发送笑脸；是白雪公主拿走的，就发数字6；要是贝尔公主拿走的，就发小能量。不好，小朋友们刚才肯定看到了，乔治的拼图是我贝尔拿走的。哼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谁都不要给我点上这里的小能量投票，要不然我后一定会惩罚死我的。嗯，贝尔，你在那支支吾吾的说什么呢？你平时最爱出去给我闯祸了，拿到乔治的拼图是你拿的。小朋友们，要真是贝尔公主拿的，你们就快来点上这里的小能量告诉我，到时候我一定会重重的处罚他。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许点小能量，不许点啊！贝尔公主不让点小能量，那我的拼图一定是她拿的。小朋友们快看，小能量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，你们快来多多的点一点，告诉王后，让王后惩罚她吧。快快快！小能量点起来！哇，王后娘娘你快看，小朋友们点来了好多小能量。贝尔，真的是你，赶快把拼图还给乔治，我还要罚你刷1年的马桶。啊，我不想刷马桶，马桶好臭呀，我这就把拼图还给乔治。